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要好吃的卤水拼盘。鸡翅、鸡胗、鸡爪焯好水后放入砂锅中，再放入鹌鹑蛋、葱姜、冰糖、鸡精、生抽、老抽、黄豆酱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包五香卤料包，很多熟食店都在用它。然后加满清水，水开后用小火卤15分钟，再关火浸泡1个小时以上，这样做出来的卤味非常入味，小朋友和小朋友的妈妈都爱吃。